Hello 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又是我 DSC 數學聯盟啦。今天拍呢段片咧，其實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讀書心得啦，叫做反向思維嘅。係啦，咁咩叫反向嘅思維呢？其實舉個例子咧，大家就會明噶啦。嗱，舉個例子啊，就係聽朝咧，可能就係你嘅測驗啦，係啦，即係咩科都有去啦，即係可能數學科測驗咁樣啦。係啦，咁你今晚咧就用咗一個鐘頭嘅時間去温書。係啦，用咗一個鐘頭時間温書。好啦，咁點知第二朝測出嚟咧，成績都係麻麻地喎，都仲係唔合格噃。係啦，好啦，咁呢個時候咧都唔緊要嘅，即係一時嘅失手，之後我哋可以當係。咁但係咧，去到第二次測驗嘅時候咧，你就諗啦，啊，可能上次咧我係未夠時間啦，即係一個鐘其實唔係好夠啦咁樣。好啦，咁今次我温夠兩個鐘，係啦，今次温夠兩個鐘。好啦，咁就嗱諗住準備中速啦，咁點知第二課測驗咧仍然都仲係唔合格噃，係啦，都仲係唔合格。好啦，咁去到第三次測驗啦，你會點做呢？系啦，有啲同學就會可能會話啦，哦，咁一個鐘頭唔得，兩個鐘頭唔得，咁不如今次我温夠四個鐘頭啦，係啦，即係等比數列添啊，好叻啦，係咪？係啦，即係一二四咁樣去啦，下次就十六噶啦，咁所以四個一定要得噶啦，如果唔係好大鑊噶啦，係啦，咁就講笑啫，係啦，即係有啲同學就可能會話啊，一個鐘頭唔得，兩個鐘頭唔得，咁我今次再温多啲啦，係啦，四個鐘啦，五個鐘咁樣去啦，係啦，咁呢個時候咧。嗱，你要冷靜啲諗一諗，係啦，即係嗱呢個咧就雖然聽落好似好搞笑啦，係啦，即係一變四，四變十二咁樣，即係咁樣跳上去啲鐘數，咁但係咧嗱，即係呢一個模式咧，呢一個學習模式咧，其實係即係活生生咁樣咧，即係每日都有同學係做緊嘅，係啦，即係今次温書唔得，下次多啲時間咯，下次温書唔得，再多啲時間啦咁樣，咁呢個模式咧其實係即係。其實甚至乎係大部分同學都會做嘅嘢嚟嘅，係啦，即係覺得自己未夠努力啊嘛，未夠努力咪再努力啲咯咁樣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其實你要諗下啦，嗱，你話頭一次未夠時間，要試多次係啦，再努力啲，咁呢個邏輯係冇問題嘅，我唔反對。咁所以第二次你可以再試啊，一個鐘唔得咪試夠兩個鐘咯。咁但係問題就係，如果當兩個鐘嗰一次你發覺個成績係冇進步嘅，即係話我投放咗一啲資源落去，係啦，比上次投放咗多一啲資源落去。但係個成績係未見成效嘅時候，即係代表緊咩啊？代表緊呢個模式係唔啱你嘅，或者更加直接咁講，這個模式係錯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呢個時候咧，你要做嘅嘢唔係要加重你嘅注碼，而係要沽清咗佢離場，係啦。咁呢個就係反向嘅思維，即係你做一樣嘢嗱，試第一次唔得係 OK 嘅，咁試第二次你係應該會加重啲注碼噶嘛。咁呢個時候試第二次都係輸嘅時候咧，咁其實你係應該唔做嗰樣嘢，而唔係繼續做多啲嗰樣嘢嘅，係啦。咁除咗温書嘅時間之後咧，其實仲有好多例子嘅，譬如温書嘅模式啦，有好多同學咧温數學咧，到今時今日都仲係打開本書温啊，背曬啲公式。嗱，諗住背曬啲公式，睇曬本書先啦，然之後咧先至去考試嘅。咁呢個模式咧講咗好多次係唔啱嘅，係啦，即係如果你有睇開我 channel 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好少會咁直接講一樣嘢係錯嘅，即係因為我覺得即係要尊重大家嘅意見啦。任何嘢都有可能啦，同埋咁，但係我可以好肯定就係，如果你係即係温數學科係打開本書咁樣就咁去望，就咁去背，就咁去温嘅話咧，呢個模式我好肯定，亦都好少有咁樣同你講咧，係一定係錯嘅。係啦，咁所以咧嗱，如果你做緊一個模式嘅。啊，越嚟越好嘅，你發覺進步緊，當然冇問題啦。但如果好似你譬如你數學咁樣，你打開本書温嘅，係啦，今次温一個鐘唔得，再下一次温兩個鐘都係唔得嘅時候，咁代表緊你呢個模式咧其實係錯嘅，係啦，你係應該咧改一改你嘅模式，譬如話哦，今次咧我就唔温書啦，我變咗去做練習為主啦。變咗做練習做 passive 為主，唔識我先至睇翻書啦。咁你應該改變你嘅模式嘅，而唔係繼續投放時間落去，因為咧嗱。我唔要求你一步登天，但係如果你個模式係啱嘅話，理論上你應該投放多啲時間，你會見到進步先係噶。咁但係咧，好多同學就係即係犯咗呢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見到個成效未出到嚟，就覺得係自己嘅問題，係啦，覺得係我未夠努力，即係下次我再努力啲。努力唔係唔啱，但係如果你嘅投放同你嘅收穫咧係唔係同一個方向嘅話咧，即係我投放多啲資源，但係冇進步嘅話咧，咁代表緊你嘅模式係錯嘅。係啦，仲有好多例子啊，譬如話有好多學生咧都會補習啦，即係我自己都做補習嘅。咁好多學生去補習嘅時候咧，嗱補完第一期一個月啊未見成效，咁可能真係即係咁啱老師出嘅嘢未考到啦。咁但係補夠兩個月、三個月嘅時候，你成績都仲係唔合格嘅時候，你應該要諗下呢個補習老師係咪適合你自己嘅咧？咁樣嗱，呢個我講呢個言論唔係為咗攻擊其他老師去黑 sell 自己嘅，即係我自己補緊我嘅同學咧，其實我都係同人哋講，其實我唔介意嘅。如果你覺得我唔啱你嘅話，你直接講咯。我唔介意你轉老師嘅，係啦，咁你轉完老師，即係你唔係我學生，你有啲咩數唔明，我都會繼續答你咁樣嘅。即係呢一套係我就算自己做補習咧，我都係會咁同我啲學生講嘅，係啦，你補一個老師係啦，譬如你補我咁樣啦，即係唔好下下補人哋啦，即係補我咁樣。
補一個月唔 OK， OK 好，信住我先，繼續補落去。補兩個月都仲未見效， OK 試多次。補三個月都唔得，即係三個月都差唔多一個學期啦嘛。補成個學期，你嘅成績都未進步，咁我唔介意你去補第二個學生嘅。即係我覺得即係補習有陣時人夾人嘅啫。咁最緊要你揾到個自己啱嘅老師，係啦。咁所以咧就係、是、即係有好多同學咧，即係補習又好，温書又好，或者其他策略都好啦。其實有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嘅，即係就係佢堅持做緊一樣嘢。但是他不斷加重注碼的時候，即不斷補下去，或者不斷加多些時間去溫書的時候，他發覺 是沒有成效的。沒有成效的時候，其實你就應該是不做那件事，而不是繼續投放資源去那件事上。所以呢 就是這樣，即 你記住呢，就是你 DSE 呢，當你由中四開始發力，其實你只有三年的時間，其實兩年半，即因為 你知道其實、即 DSE 真正就三月開始考，即計計埋埋只有兩年半多啲嘅時間啦，咁所以咧，記住你嘅時間咧係不斷倒數緊嘅，係啦，你唔可以話啊，即係不斷咁樣加重啲時間去做啲即係冇令你冇進步嘅嘢嘅，咁呢個係會嘥緊你啲時間嘅，係啦，咁有好多同學咧，係啦，即係呢度都講埋啦，即係唔關呢個事嘅，其實講完啦，即係最簡單一個概念就係要改變，係啦，冇成效就要改變，係啦。十年前係啦，美國大選唔係美國總統大選，奧巴馬贏咗，其實咪就係靠嗰句口號咯，就係、是、change 啊嘛，係啦。咁讀書都係一樣，你嗰個方法唔得，你就要變，係啦。你唔能夠好似嗰啲即係買基金買股票咁，升又唔放，即係跌又唔沽咁樣，即係你永遠都係揸住佢係冇用嘅，係啦。你覺得唔掂，你就要沽清㗎啦，冇辦法，係啦。咁呢個就是我想講嘅嘢啦，係啦。咁講埋先啦，即係有好多同學咧，即係呢個題外話啫。有好多同學咧，都會覺得自己係冇時間咧，即係唔夠時間喎。大佬，我讀成六科咁樣，跟住又要做 IES 啊，又要做 OLE 啊咁樣嗰啲嘢咧，即係學校有多功課，我點會夠時間去做啊？但你諗下喎，你諗下喎，係啦，嗰啲八科五星星嘅狀元咧，其實同你一樣都係三年嘅，佢哋冇 repeat 過啦。第一，第二，佢哋都係讀過三年新高中啦。咁點解人哋會夠時間，而你係會覺得唔夠時間咧？嗱，呢個即係唔關個 IQ 事嘅，係啦，我唔覺得每個十優狀元 IQ 都係即係愛因斯坦咁高咁樣嘅，即係佢哋都係普通人嚟嘅啫。其實即係起碼唔係個個都超人先啦，間唔中一兩個可能係嗰啲即係資優嗰啲啦，我唔 sure 啦。咁但係我肯定咧，即係歷屆咁多位狀元一定唔會係個個都資優嘅，係啦，一定有好大部分嘅狀元咧係用努力堆砌出嚟嘅。咁點解人哋會夠時間而你唔夠時間咧？嗱，咁你就諗下啦。係啦，係咪話真係人哋唔去玩，而你去玩嗰度嘥咗好多時間咧？咁又未必喎，係啦，又未必喎，係啦，因為有啲狀元咧，你真係識嗰啲名校，真係名到好名，即係全港頭十嗰啲咧，其實佢哋真係 work life balance 嘅，係啦，即係我自己都補過啲名校生啦，咁就佢哋係除咗讀書叻之外咧，亦都有時間去玩，有時間去波添㗎，係啦，我都唔知點解中學會有波嘅，我中學嘅時候係冇嘅，係啦，我第一次去波都係去大學嘅時候嘅啫，咁就即係人哋係。點解人哋有時間而你冇咧？唔係話因為人哋犧牲曬所有玩嘅時間，係啦，係倒翻轉嘅，人哋係玩得仲癲過你嘅可能。咁但係點解人哋都仍然兼顧到咁好成績咧？嘅原因就係因為人哋用啱咗方法咯，係啦，人哋去試個方法唔得，佢哋會轉咯，係啦。咁但係點解你係會冇時間咧？就係因為你用緊你投放緊啲時間落啲錯嘅方法啊嘛。你有冇去過自修室咧？舉多一個例子，你有冇去自修室呢？如果你八卦啲嘅時候，你譬如你行出行入去廁所呢，你睄下附近嗰啲人呢溫緊啲乜嘢，係啦，即係我以前做學生嘅時候呢，我又好八卦嘅，係啦，即係我行出行入會睄下人哋溫緊啲咩嘅。咁你唔難發現會有啲人呢，係可能你上晝九點鐘去到，佢打開緊個板，譬如溫緊呢個出師表咁樣啦，係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呢，到你 lunch 食完飯返嚟嘅時候，你見到佢仲係望緊個板嘅喎。係啦，好神奇嘅。點解温一個上晝會温一板嘢咧？嗱，呢個時候其實咪即係講緊佢用緊一個錯嘅方法咯。係啦，佢唔適合去自修室温書，因為佢個人唔係太自律。係啦，咁所以咧，你見到佢其實打開本書去坐喺度四個鐘，咁但係其實佢冇温過嘢，咁嗰四個鐘就係嘥咗啦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呢度要強調一下，就係啱嘅方法係好重要嘅。係啦，尤其是喺DSE 呢、這個即係時間唔夠啦，即係得三兩年幾，但係要你讀六科嘅時候咧，即係大家時間唔夠嘅時候咧，揾啱方法係非常之重要嘅，係啦。咁就即係呢段片嘅宗旨就係咁嘅啫。其實咁就嚟緊咧，我係會繼續即係不斷出一啲即係關於DSE 讀書技巧嘅片啦。
跟住仲有 Jupas 排位嘅片啦，跟住仲有嗰個補底嘅策略啦，同埋奪五星星、五星同埋五嘅策略啦，咁諸如此類嘅片呢一年咧都係會不斷咁樣推出嘅，係啦，咁就即係覺得有用嘅話就即係訂閱下啦，係啦，覺得冇用嘅話就咁睇完就算啦，係啦，好啦，咁就下一段片再見啦，拜拜。